我第一眼碰到他的时候，他给我的眼神，我就怀疑他。我才怀疑他，这个推我入坑，真的真的，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但他真的表演很厉害啊！他第一个看到我的眼神就。那让我觉得好像你是不是喜欢我？你马上就入戏了，不是因为同志天才耶，谁看到？然后你看他这个身材，一看了就直接马上入戏了，好不好？靠演员自己来，自己来啊，自己想，对自己扒开，帮我们扒开。那你们私底下为了就是要揣摩这个星星，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训练吗？就导演有觉得我们两个很不熟，就包括之前有合作过，然后这是第二次合作还是很不熟，所以。他就说要常约出来，一起私底下对私底下要常约。所以你们私底下会约出来一起做什么呢？一起做什么？就我们去练习接吻，我们去河滨公园啊，然后逛夜市啊，然后一起喝酒。喝酒好像没有。一起骑脚踏车，然后骑脚踏车之后看着那个他的背影，帅气的背影，然后微风徐徐的吹来，就想哇，男神在我前面，然后。好、啊，有点太多了，有日越来越入戏了，这样子慢慢培养。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关键字，作死罐罐 CP。你刚刚讲到就是之前已经一起拍过戏嘛，嗯，也是同志的嘛，就是是吗？对，也是同一个导演，哦，同一个导演的哦。那时候角色是怎么样呢？就大概两年前那部叫《迷你鸟》，那一部跟这一部很大的不一样是。就那一部他是比较主动的，然后那一部我是比较对，所以我想说这一次就换我了吧，这样。哇，是这样子，一人一次啊，这样。迷你鸟，迷你鸟这个剧名蛮有趣的，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小鸡鸡哦，是，就是在讲这个意思，真的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哦，励志的迷你鸟。不是，他是在讲说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有一些缺陷的地方，但是你要怎么接受自己，然后去。面对爱情这样哦，对对对，天哪，这迷你鸟面对爱情，那是不容易耶。谁的鸟出演？啊，我本人。你的鸟？所以他有实际出演吗？他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所以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迷你鸟，对，我迷你鸟本人。哦，这个戏感觉很好笑。哇塞，这个导演很幽默。那你们觉得你们就是喜欢上同性的几率有多少？我自己。拍完之后会目前发现目前现阶段是不会哦发现每一个都不错这个停顿的哦不会哦目前啦目前因为对到他可能因为太熟了吧因为也从背后环抱过他然后侵略他的整个身体了然后就是有看一些就自己的感觉是还好像还可以，还不错。其实你讲直白，就是对他身体还好。对啊，对啊，就是对，不是你的菜啦。简单来讲，没有，不是，不是，就是一个太熟了，太好了，这样。嗯，那他的嘴唇给你什么样的感触？他的嘴唇吗？我有形容他的嘴唇像帕帕亚，就是像木瓜。哦，怎么会用木瓜来形容？真的，因为我跟他是第一次。垃圾，然后荧幕上第一次垃圾，然后也就觉得哇，怎么会真的很大的嘴巴，然后包包覆住，对对对，就是舌头也是，对，所以我就真的比较主动嘛，就他会比较主动，哇，这样包住这样，哇，感觉我好想体验，好了，所以。你们已经拍过两部戏了，应该已经有默契了。所以我们玩一个游戏，罐罐 CP， 好不好？这个呢，待会呢问一个问题之后呢，如果你觉得对，没错 ，yes 的话，脸靠近圈圈那边；如果不对 ，no 的话，靠近叉叉那边。然后最后把那个隔开的板子拿起来，就是给腐女一个福利，给我的福利，对对，给小安的福利就对了。OK， 第一个问题，两个人。有没有偷偷的单独出去约会过？请答题。脸靠近哦，要靠近一点哦，靠近板子哦，靠近板子，亲到板子哦。那哦，有没有默契呢？三、二、一，哇！太近了，有点太近了，有点害羞，摇滚区又小安，看着也很害羞，请对腐女坐实。下一个，下一个问题就你们
脸不能马上离开哦，好，停止三秒，好不好？刚刚好 ，OK。第二题，如果自己是同志，对方是你的菜吗？请答题。三、二、一。哦。所以单恋哦。单恋为什么？刚刚他是觉得他哪里不够好？访谈时候就有讲啊，他对他身体太熟悉了。对啊，没有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比我矮一点，他太高太壮了，因为我会想要保护对方，哦，然后跟他的话就会想要依赖他。哦，对对对，所以你还是想要当个一号就对。对。我的直接回到重点。不是这个意思啊。好，下一题。第二题。下戏后有没有曾经想过对方？哦，好想你哦。嗯，OK 啊，确定了哦，靠近一点哦，要再贴板子一点啦。三，有一位，再贴板子一点。一，水都起来了，哇，都想过了，好害羞。那时候会传讯息给对方吗？还是在干嘛？会吧，就是想一下。刚刚的表演好不好啊？哦，就检讨啊，就是我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就我要怎么可以互相帮忙？哦，我们那个时候拍完都有在互相传讯息，然后检讨说，哎，哪一边可以怎么样？然后今天哪边对方好，或者是自己哪边不好？对啊，就我们私底下会这样检讨。那有没有讨论一下，就是说？我觉得你舌头伸得不够深，我觉得还在。刚刚的情欲戏，我应该再更用力一点。其实我有问他，我可以怎么样让他舒服？舒服可以。互相的，两个人都一样。可以更好，怎么样可以帮助他表演可以更好的？哦，更要更进去，对啦，是情绪，对。好，下一题。觉得对方的嘴唇亲起来很有感觉。请答题。三、二、一。哦，有感觉，亲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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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起来。其实真的要你们再做一次的话，你们是你们是可以的吗？很 OK。如果为了宣传，他们好故意，我要换三位粉丝，其实就是敲碗啊。对啊，怎么办？我们就是粉丝，我们要敲敲椅子。敲碗，那可能就要看他主动，因为我戏里面是比较被动的。到底是谁在怕？好开心，小王很开心，欲擒故纵，欲擒故纵，好开心哦，摇滚区哎，小桌子就对了。下一题，下一题，好，下一题，下一题。好，对方喝醉说想跟你回家，你会答应吗？照顾他，照顾他，喝醉了，我来照顾你啊！给啊，三、二、一，哇！等一下，你没有在刷叉的，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刚刚有偷看到？那我等下就把你带回去哦。霸气宣言啊！霸气哦，全部都圈圈呢。反客为主哦。恭喜了，恭喜了，辛苦了，辛苦了。所以算蛮有默契的，嗯，这个厉害厉害厉害，这应该是我们最有默契的一次了，真的，之前都没什么默契，越来越熟悉了，真的是坐实罐罐 CP 啊。